因为我想要跟志玲姐姐在一起。韦礼安，你挑着左边里黑白的好安静，城市之光都因你而醒，你笑得好神秘，是否有我也有你。宇宙人日前演唱会邀请韦礼安当嘉宾，四人的好交情展露无遗。许愿池其实里面韦礼安是名列前茅，对，很多人许愿韦礼安可不可以来当宇宙人的嘉宾。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啊，没想到许愿成真。对啊，我们力邀你。第二名是安室奈美惠，你赢的。哦，真的耶。但是聊到为什么四人是 F4 合体的趣事。四个男孩是 F4 啊，因为四个都就温文儒雅嘛，学历相等，宜家宜居的好男人。对啊，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。对对对。有没有感觉？还是你们根本不知道 F4 是什么？好像没什么共鸣。还是他们只认识飞轮海？你不是要想啊，你们想当谁？我要当言承旭。哎呦。你们评评理，凭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要跟志玲姐姐在一起。你想得美嘞！哇，这么直接的表白，小玉不怕回去女友要你翻算盘吗？